环保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环保。看婆婆这样子做得很高兴，就跟着一起来当做是学习。这边的环保志工是从两岁开始的，到现在已经结婚了又来了，还是有啊。爱护地球，然后尽己之力，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尽我们的责任。好，大家都来啊！大家好。人间的需要的就是环保，咱来人间。守护地球啊，地球健康，人间才会健康。这所以啊，环保菩萨啊，功德无量啊。搁何况看到大家人做个真欢喜，那欢喜呢？欢喜地菩萨。在环保道场修行，不管是年龄大，或者是年龄小，或者是呢快乐的人生，或者是难免啊人生呢心理啦、啊、有真多顶顶感啦，或者是呢有失落感啦、啊。或者是呢有忧虑，总是呢入来个自责啦，总是看到了人间菩萨一路还是真平淡，很平坦呐、啊。真正是因为菩萨都开化啦，这条环保路啦，咱。就是安尼伫咧铺，咱环保菩萨啊，大家人各有所长，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哦。所以呢，唔通轻视每一个情啊。师父讲，上不轻菩萨，永远看到人，我唔敢轻视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呢。将来拢会成佛，所以师父呢都是尊重大家人，亲像菩萨一尊尊呐、啊，会动手的菩萨，一位每一位呢都是同款，会互相呐、啊、帮助，解开人的困难，这都是咱。的菩萨，菩萨的团队呢，大家人共同在斗阵起来，欢欢喜喜讲好话，同时呢，欢欢喜喜做好事，把握时间，时间呢会成就咱的功德，时间呢会当成长咱的智慧。所以这叫做福慧双修，福跟智慧啦平行行，这就是叫做修行啦。修行不是在那拜佛而已哦。师父讲过去做环保，当你弯腰下去的时候，那就是在礼佛了啦。将你呢把那个东西回收捡起来时，这叫做修福啦。所以讲吼，弯腰的时，咱会增长智慧。当咱把物件捡起来呢，就是修福啦。所以福慧双修啦，咱呢一天，那就是咱生命。一天的慧命成长，咱的智慧啦，咱无把人生吼浪费掉去，因为呢，咱爱回报大地，我们要回馈大地，咱积来生啊啦，大地呢
供应予咱的生活，物资足丰富的。这粒地球呢，所有咱伫咧用的物资，都是伫这个地球的面顶所有的一切。所以咱既然呢，在这个地球生活，享用地球面顶啦，大地所有，予咱真享受着。当然，咱爱回馈，爱护大地，爱护万物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啊，大家人拢是讲究享受，会晓做环保的人呢，比例真少。咱都爱搁用心做，予人看，教育予人知，真呢。现在环保需要教育，不是只有做就好啊。那爱搁甲伊分析，亲像我上爱听吼老菩萨讲环保经。塑胶袋就是可回收跟不可回收了，可回收还可以分四种啊 ：PE 白、PE 花、PP 白、PP 花。灰 ，PE 的灰。白的，哈，白色的，叫做灰。PP 的有啥啊 ？PE 的有啥？这 PP 的 ，PP 哇。泡泡袋。泡泡，哎，泡泡嘛是做 PE 的，哈。这嘛就是靠经验啦，靠多接触啦。如无经验，如无接触呢，那如无法度了解，所以呢，环保。升级叫做菩萨啦，菩萨呢会当保护大地，大家人用爱，爱惜物命啊，看看唔惊垃圾，唔惊芳草，咱守伫迄个所在，都安尼看看甲分类，搁甲整理甲很干净，真呢就是修忍辱行。人人无想爱做，但是呢，真正有利益人的代志，伊去做，这就是堪忍。他是呢，用堪忍啦，身体力行，堪得忍耐，入人群中去。相信呢，现在走入环保这条路，人人拢是上不轻菩萨。人人呢，拢是伫咧弯腰啦，甲大地的物件都珍惜它，拢甲回收倒转来，化无用为有用，为大用，阁会当保护大地。要那无呢？这个大地啦，大家人拢是安尼丢啊！向其欢喜，我欢喜啦，无什么不可以啦，我欢喜就买啦，无欢喜我就丢啦。那大家人欢喜买，那无欢喜就甲丢掉。你想，大家人呐拢安尼啦，咱这粒地球人要安怎大呢？咱的大家人感觉讲哦。啊，人这么力量，这么这渺小，这高下，敢有影真正会当爬起你个苏密山呢？甲恁讲，有法度，绝对有方法啦，会当爬到苏密山去哩。咱呢，要呼吁人类开始呢，要自我警惕啦，总是呢。我们要保护地球啦，蓝蓝的大海，还有呢，绿绿的大地、山，这都是我们人呐、啊，真正是要爱护大地啦。只要咱做，要宣导，唔通惊讲咱的话人听未到位，只要声音大。重视呢，期待咱人人净化人心啊！啊
爱的力量提升起来，咱净化人心，就是用法水、法水啦来滋润啦。师父讲，法水滋润法，所以增长智慧。大家人爱相信，只要你用弹的一滴水弹过来，多人弹呐、啊，人群中弹呐、啊，人人弹，一滴铁片呐、啊、也会被那一滴滴水啦、啊、弹的那、啊、这一个很高温的一片铁片呐、啊，也会降温呐、啊。总是呢，期待咱要平安健康，就是爱人人用爱力量来支持。